刚镜头在上面。提供了这个活动场地这样子。OK， 我们在国际会厅的 section 基本上会有线上微博这边提供一个线上直播。如果说你可能有些朋友刚好来参加的话，你可以将这个 QR code 对应的网址传给他这样子。OK， 那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议程还是有一些变动。那就是早上一开始的部分，原本的议程我们换成了由 AND 就是下午的 AND 来上午做分享，然后下午原本的议程我会请会客做最跟嘴的分享，以及说下午最后一场，因为讲师直接派到国外出差去，所以就跑过来，所以这三个是今天有议程有异动的部分。OK， 然后在我们活动外面还有以后的线上 T 恤，它基本上我们卖完为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OK， 然后在一样在当当那边会有一个在 YouTube 的画面海报。如果说你今天有准备一个简短的议题，或者是说你想要去跟大家宣传些什么，你可以先到外面那边，就是在卖 T 恤的地方跟大家做一个登记，然后登记完之后，我们在下午最后一场我们会做一个 Lanzhou 的 share。OK。然后请记得就是你的名牌，然后随身携带，就是我们在进出场的时候都会做一个检查。然后我这边会再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在报名的时候你有登记说需要发票，那其实我们在购买 T 恤的柜台旁边，我们会有一个服务柜台，你可以过去那边领取。然后在就是第一排座位，基本上我们是保留给讲师跟工作人员。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在每一个议程开始的十分钟之后可以入座。然后再就是素食的朋友，就是我们在会在前面这个门出去这边安排一个柜台，就是如果说你有素食的需求，你可以在这边做领取。好，那我们这边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各位。然后高效率的一个特色，这是它的开发的目的。
那为什么介绍飞鸿电梯？那因为飞鸿电梯，我觉得它很多优点可以借鉴。它所有我们一般看到的是过关，那当然其他的部分呢，可能当然额外需要补充。今天下午1:40，第二位是有五号手的一个飞鸿电梯一层，它会讲更深入一点。如果各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下午1:40第二个仪式。那在这边的话，就先复一下介绍所看到飞鸿电梯的特色，因为其实每个人对不同的飞鸿看的角度又不一样。那我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下，介绍一下飞鸿电梯的一些特色。第一个呢的话，因为我们它在一些比如说 Data News 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报道，我们看到说是飞鸿电梯，它就是一个吸血的一个 extension， 然后它就是快，然后介绍的话，它是很快，但是它也许不是最快的。那我们在这张图上面来看，它最右边它其实是一个叫 YF 浏览的，然后靠近 YF 的生成是没有看到，这是在某个设施底下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过程。OK， 所以我们在某些程度下，它不一定是最快，但它其实还是很快。OK， 这个图其实来源是在 YF 的作者，他的一个东西吧。那其他的统计数据啊，比如说飞鸿跟 Ignite 的，然后米，然后和阿朗这些 performance 的比较，就是 request per second 这个。那数字的话就是越高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图表的一个呈现方面，每一秒能够接收的几个 request。然后另一个是 memory usage， 就是说你在每秒接收 request 的同时之下，是不是能够少使用一些 memory request？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飞鸿的使用在。就这些 framework 比较之下，重点是在这情节之下的 framework 比较之下哈，标准是还蛮省资源的。OK， 当然这两个图是从标准 PHP 官方 blog 来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除了跟一些比较著名的 MVC framework 比的话，那其他跟像这些 micro MVC 的 framework 比的话，那标准其实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说 Spring 或是。这些 micro 所谓的 micro 和 MVC 就是那些比较轻量级的显示器下过来的哈，它的 performance 也是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差异比较。那在 memory usage 上面的话，来讲还是有些大的是还是非常省资源。OK， 当然这两个图也是从标准 PHP 好官方过来的。OK， 那我们就要回到快速啊，讨论一下快速真的比较好，这个重要的议题。其实这是一个例子。它在2016年在发的一个 blog 里面，有写这篇文章。好，一篇 from Rails to Node。好，当然这边没有讲到 PHP， 但是没关系。27个 server starts and up to 20 something faster。对，简单来讲的话，因为你在 mobile 中间，我们要先知道这种比较，就是 PHP 一个报告来讲，要知道它应用的范围是什么。OK， 比较基本的内容，这都要知道，而不是只看它的一个应用形式。OK， 因为你在 mobile 应用中，哦，它使用中 JS。所以现在是75系的名字 ，OK， 那获得10倍以上效率。那当然说这是另一定的官方说法了。那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下哈，另一篇文章上 Rails 没有做加工，因为我去研究一下，它是做加工，这不是说 Rails 吗？它是用是 Ruby 的 Rails 一个还有 Mongo 一个加工，那前期加工量应该差不多，我是用Ruby 高手把写的。OK， 那大概讲解一下 ，Ruby 1.9 和 YRP 和 JDBC8 的 RFI， 甚至知道 Ruby 2.0会改进更多。那其实，在 Ruby 团队在 Ruby 2.0的时候会改进各种的功能性。而且呢，也就是 Mongo 它是 single thread， 不是 multi thread， 所以在一些 security 应用上面它会有一些问题。OK， 所以我们回头讨论一些问题哦。从刚刚的一个新闻里面来讲哦，假设我们今天只讨论效能整体的。因为这主题是效能嘛，但是我们曾经20倍效能的一个地方，我们又没有100台数据，但是今天不是20次，原本计划要放100台数据，我原本要放100台数据，我现在只要100，这是100倍，它是100数据的效能。所以呢，在某些应用上面来讲，效能是很重要的。所以节省量是的话，我们刚刚说我们看100倍，所以快速真的比较好，一块不一定比较好，但是有些应用很快的时候不快，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要视你需求。所以如果你需要快，又是 PHP 爱好者，同时也是 PHP 爱好者，那么请可以换一个 PHP。OK， 那我们接下来是未来。OK， 这是一个希望是未来的一个 slide， 它讲的就是一些为什么在现在用上越
客人在这次前面小鱼，比如说你在做白毛产品应用上面，那这个涉足来源是一个希望对未来的是哪一个？接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很宝贵。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非常的一个客户端它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机架构哦，以及包括有 controller 的一个配置哦，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程式码翻译来，大概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这是 model robots 的一个 model， 从一个资料库里引出来的一个 class 的一个架构，所以它是程式调用的一些 model 一下。那当然它也有借鉴一些比如说 Rails 设计，其他的。那一些规模的设计，比如它有个 S name， 有关于 close to 这些东西，有个 name tag。那这就是一些就是 map 翻译，然后可以看到 robots 它有 S name， 有 robots parts， 然后 parts 也有 S name， 有 robots parts。Okay， 然后 robots parts 它有 close to 我们刚刚看的 robots 跟 parts。那这个对于说一些喜欢写 M 系的人，它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上面来讲，如果转换到后端可以实现一些的话，其实痛苦指数也会这么高。另外是 controller， 它有 controller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有 step action， 这边写部分哦，它有接收到 post 的一些参数，然后可以用 get post 把一些参数提取出来。那它同时有些 helps 跟 type engine 的部分啊，而且 type engine 可以拿这个。那的效应是，如果对应位可以介绍，所以，这个，如果各位对一个template 有兴趣的话，欢迎各位联系。那至于有人想知道 so sorry be web 到底是兄弟，我不知道。好，那我们来一个，那是叫什么？好，一个特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Simple REST API。这款基于从 MVC 架构中，它特别受益出来的叫 Micro MVC。非常适合写高效的 REST API 的应用，例如像这样的图它写了一些 REST 的 API 应用之类的，对，跟其他配置的一些写法是差不多的，所以它特别受益于这一块写了一个 Micro MVC。所以如果你是你的服务是用一些 REST 的 API 的东西，其实标准 API 它会提供很多次的一个方式。那对于像这种 REST 的 API 的话，像我们的起点代，我们也会提前过了。我介绍 RESTful API 好，各位听众可以听一下。那当然，它有外部源代码 integration， 它直接在里面做，它不是用 third party 的一个 PHP 的方式做，所以它里面有做一些 database integration， 我可以直接用来整三修资料库本身。例如这样，我只要写这个程式码，然后执行它，我在资料库一个多了一个 docs 的一个 table， 然后它的 color 有 id 有 next。然后它来建一些 index， 这些都从其他的 MVC 规模里面，也有用到。过去大家都讲的比较像搜索方式，那当然说从搜索方式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角度。那当然谈到这个，我还是希望能谈到一些搜索的一个部分。OK， 第二个我们第一个搜索是 AD3 Close， OK， 这是在 GitHub 上面还是 TSD 的一个内容。总之，它就是一个 TSD， 因为 TSD 好，它很快。它的搜寻是一个不错的搜寻，那其实就是为我们来整理一下 PHP Framework 的搜寻清单。好 ，OK， 那么 here 来显示，从我们知道这么多的 PHP 的 Web Framework 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是 PHP 来生成的部分。第一个是 Cat PHP，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那效益我就会给 Break 的字幕去，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效益。Rally， 这是一个新的 Framework。我觉得这个 framework 设计也是很不错的，下面也是用微信为你提升这样的软件的意思，各种兴趣可以分享。那这边的话就快速跳过一下。OK， 这一部分都比较像是 AD3 Close 或是所谓的 ES New Analysis。AD3 New Analysis 比较像是，比如说 Zen Framework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license。那其实就是下一个例子啊，有人是会讲一些 Zen Framework。那当然 ES Framework。也是属于 PHP 的刚刚的一个 license 啊，三点第二部分是要讲的 PHP framework。那第三部分就讲 PHP framework 啊。那当然以上来讲，我们看的是 NIT 和 PHP close 的一个搜寻，它是相当挺高的一个搜寻高度。那我们现在讲是 PHP for close back。我们刚刚讲是 NIT 和 PHP
三 close 的一个所以的 framework。那 PHP 4 close 的 framework 也是有像 Wire， 它是用 PHP license， 所以关于01这样的一个 license， 它比较像 PHP 4 close 的一个 group 里面的一个首先。还有一个是 code management， 二点多吧，它是以叫做 code management， 那其实它是把它固定在 PHP 4 close 的部分里面，所以这两部分的话是。ESP4 Close 的授权类，那这些授权类的话有个广告条款的性质，这时候有许多一些相关条款，例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两个，framework 它没办法跟 GPL 的流程是相同，所以如果你用的这两个程式开发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GPL 的一些东西。使用者或者像自由式来讲，大概就是 MIT 跟 PHP Close 会以 ESP4 Close 来统一，这是从授权条款来讲就是这样。那就会有个一个问题，那到底扣给来讲 3.5 版的授权条款，我刚刚讲是 2.5 版本，那 3.5 版它其实有改的，它其实是 Open Software License 3.0， 也就简称 OSL 3.5 的授权条款。那这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比较少看到，你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如果你是口语科学的爱好者，就会知道，因为那种 3.5 是会改的这个授权条款。对，三年之后的话，它从2011年十月，其实也很久了，这个一年多了。它授权条款第一个版本是3.0，这是它的刚一的一个 log 内，还有描述一些。那或者从 GitHub 上面可以看到，那为什么是3.0属于是 ESP 的产品？我们先简单来讲，假设你今天不喜欢 GPL 的话，你就不会喜欢 ESP 了。那不会喜欢 ESP， 就不会喜欢 ESP 的产品。甚至哈 ，OS 有三点零 ，ESP 有三点零，卫星要求更高。如果不喜欢 ESP， 就会更不喜欢 OS。尤其来讲，卫星这边来讲，就是大家比较普遍认为是感兴趣。那其实我比较想倾向使用不同形成的一个形容词。OS 有三点零，网路传输它是属于散布的一种。OK， 那四网路传输属于泛滥多性质。也就简单来说，因为上不管你用900 Core 还是900 Core 的一个版本。那其实只是当做网易应用服务器，就是当做一个 web server， 然后做一些应用。那我们先看以后台所有的 Codeigniter 跟 Codeigniter 的相关的程式都需要用 Open Software License 3.40。OK， 这是它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它的一个授权相较于其他非许可的 Open， 它的会限性高，又简单，它带来性质。所以呢，后所得的一些自由性来讲，就可以区分出来像这样的一个顺序。那第二个是一个 Web Framework， 对一个膝盖爱好者来讲，使用膝写网应该是很正常的。那 PHP 提供，其实 PHP 在里面它提供膝开发 Web Framework 技术，这可能在一般基础 PHP 使用者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PHP 一部分。那其实用膝在 PHP 里面写 Web 的话，其实蛮方便。就是 PHP 编程，而且知道 PHP 编程有什么习性，大部分都熟悉。使得我们在 PHP 上面熟悉开发我们应用程式，其实还蛮方便。但是呢，过去标准 PHP 写编程是有些麻烦，知道标准 PHP 怎么写。OK， 它提供一个叫做“新”的一个 Web Framework。OK， 我们知道 PHP 标准 PHP 它是一个用于新的一个完整 Framework， 但是它底下是基于所谓的标准PHP 的 Kernel， 它写的这样子，它等于说把新编程的方式把包装起来，让你更方便可以写出所谓的新那 PHP 上面新编程的一个方案。那我就在这基础上面建了一个叫 PHP Wise Engine 专栏，提供更简便的使用方式。OK，PHP Wise Engine 介绍，我是用 MIT License 四处，那目前放在 GitHub 上面，查我的 GitHub 看到。那现在讲这个 Intro 下之后呢，然后我写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对方 PHP 在开。如果我要更新非常 PHP 的 kernel 本身的话，我只要下这个 make update upstream， 那就自动更新了。我们不用再去非常 PHP 的地方上面下载，这一层是蛮写好。那接下来就是 create SDS 的一个 extension， 就是把 PHP 的框架建起来，可以找一下 extension scale， 然后下 extension name， 就可以建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稍微操作一下。下面的时候会有
就产生一个 extension name 就叫 demo 的。OK， 产生完之后呢，会在 extension demo 底下产生一些专栏。OK， 这就是它是一个初始算，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 demo.c。OK， 这是它的一些小编辑的东西。那其实这边重要的是有一个 test.c 的部分，那这是我们写的方式。那你用 Delta 的可能包起来，那这边就有一个 get method， 然后叫做 try test， 所以就会有多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让 get 成立的步骤，那可以做一些事情。那这边事情要其实就是回传一些词的。OK， 幸好说我们现在是 compile 怎么样？ change compile。第一个是计算一个 count， 它其实
这一行哈，包括 M table 预测，它其实在预测结果里面计算它一个 count， 其实这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应用。Insert 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必须有多一个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选项，这选项呢能确保说前面资料是，假设今天有哪一个入侵，或是今天有内部的一些资料库它修改这些东西，那之后在做新闻的时候，选项会不会？因为它不知道选项里算法是什么，所以它就算修改了一个新闻也好，不行，然后其他文字叙述，哎，它真的在实体上面修改，你发现这个选项会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知道你算法是什么，它要怎么去修改这个。所以学长在用的是 OK， 你可以形成下一个学长是不一样，就地形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的学长是不一样。我刚刚自己学长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他的回答都是 true， 也就学长的一些方式也可以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后的验证。OK， 这是加密部分，加密部分则在一条上面写一个对比，然后把第二点是来问你的情况，比如说加密 absolute test， 它这样写，然后预测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这新增这一笔呢，它的password 跟所有的 test 我们可以讲。OK， 我们中间都没有用到任何的加密，就是我刚刚说。那取出来呢？取出来也一样，要告诉说这资料表里面哪些是相同的，比如说 password 跟 test。OK， 取出来，因为上一个资料库里面就是已经是相同的，所以取出来如果没有做特别处理的话，它也是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OR 的话，它取出来的东西还是根据放在前面。所以这样的东西就是 parent data 的一些先用词才能呈现。那第三部分是 security test。我写一篇叫 Best Practice for Password Protection， 就是说我们在保存一些 password 在资料库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量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考量到，假设今天资料库外一些，比如多少还都需要多少时间去过程，这些问题。那随着前头一次问题被重视，每一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实施啊，先问个人多保护，所以个人资料变成一个资料库。虽然我在选注册时候是密码输入，你会选择教科书网站，然后去做一些 file 或是所谓的一些习惯，也算蛮不错。比较好的时候，还建议说用 Sophie Hatch。但是习惯面对所谓的 Hack 这个 Hacking 这些技巧语境，其实少数方法其实不太够用，那当然学其他方式。目前网上很多讨论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 TPKDEF 2号，然后第二个是 Decrypt， 第三个是 Scrypt。TPKDEF2 是2000年发表的运算，它是一个 password base key duration function 2的一个缩写。那目前建议是用 SHA 和 Real 和 SHA 52的方式做，相较于 Define 是 SHA 1，因为更详细的算法。但是这些介绍，我们先解释为什么。SHA 256它使用是 sensor date 的 logic 和 arithmetic operation 做，那这个是非常适合去运算的。那还是先补一个，那是六十点。那是呢，也是 GPU 只有32点的 operation。那高阶这边就是点的 GPU 的运算，其实它没有像我们一起办的速度那么快。所以我要使用 TPKDEF2。SHA-512应该会比 SHA-256还要安全一些。
所以的话，有些就是要避免这个商业这种 ，OK， 它是一个背景的设计，就是你可以在运算的时候，除了它计算成本时间更高之外，它其实还要依赖这些程序。这设计上其实比较适合 GPU 架构，但是它其实真的 GPU， 为什么？但对 GPU 的不适合，因为 GPU 的机体设计它是需要能量，所以呢 ，Bitcoin 对 GPU 工具方式主要是在机体设计上。说在 Bitcoin 在计算的时候，它会需要用到很多的 memory 的控制，但是 GPU 它是因为需要 memory 的部分，所以它没办法用到它的最好效率。所以 GPU 设计上并不是所有的 code 都同时能够支援机体，所以这点使呢 GPU 在机体设计上的成本，如果你要破解 Bitcoin 的话，你成本相对高很多。但是后来呢，其实也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演算叫 Scrypt， 好难建议怎么用，好会。那其实谁是所谓的 FPGA 就是 Real Program Gate 的这个模组，好的模组，这类模组在设计上都嵌入了机体区块的部分。好，所以 FPGA 在运算 Bitcoin 或是 Zero Coefficient 的相对上是有效率。好，尤其 Bitcoin 仅需要只是 KB 的一个记忆点，但是 Scrypt 需要非常大量的记忆。OK， Bitcoin 只需要是 KB， 那 Scrypt 它需要非常大量的记忆做运算。所以呢，对于 GPU 占用更高。那这这也是 FPGA 有更高的过去的，因为在设计理论上面呢 ，Scrypt 应该可能会比 Bitcoin 来安全。好，这是 Scrypt 的简单的概念，它用一些破解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有个资源的一个 hash， 只能够在多少时间内被破解。我们可以看比较设计，比如 ADF2 和 Bitcoin Scrypt， 简单讲就是 Scrypt 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之下，都是。相对来讲是在理解度上安全的很多，这个除了来源当时原作者情报。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知道这些演算法之后，我们还是要比较它的 DAP 的实现方式啊 ，DAP2。那在 DAP5.5 之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 HMM 来做。DAP5.5 之后，我们可以用 HDDDAP2。其实它是 HMM 重构而来的，它不是新鲜的演算法，只是说它。特别写出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方便去用它使用，提供更方便的方式。Bitcoin 5.5 之前的版本的话，就要去 GitHub 上面这个专门去下载，然后它是一个 extension， 它的 IP license。那在5.5之后呢，其实它因为建一个 password hash，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可以做到，好 Bitcoin 的一个演算。那在 Scrypt 的方面的话，有一个Don Brown。他写的 DAP script 的一个 detention 放在 GitHub 上，它是 BF2 close license。未来 password hash 目前只会支援 Bitcoin， 未来才会支援 Scrypt， 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等待一下原生的 function。总结来讲，在设计概念上，安全性来讲，应该是 Scrypt 大于 DAP2。但实际上呢，其实这很重要，演算法必须要有长期的时间，还有多少去使用，才去算出它的有效性。而且 ADF 都是经过长期验证有效的，因为很多人用。但是 Bitcoin 和 Scrypt 不是。另外 ，NICE 也好，美国国家高等技术研究所，它把 ADF 除列为经验清单，但其他两个都没在经验清单里面。所以呢，如果你要符合某些标准的话，你还是得用 ADF。不过呢，在 ADF 它在2012年9月17号，它对这些 Scrypt 为标准，但是目前还是常见的。未来有值得期待的。那这些安全设计上的话，我们可以提到上述原则。我先会利用瑞迪讲的是更新 TAP。那 TAP 部分会是哪些比较小的东西？比如说，TAP 支援的标准 Web Server， 5.4.0之后其实内建的 Web Server。或许我在 TAP 如果要运作一个 Web Server， 可能要加上Apache 啊，或者是 Nginx 这类东西用上去做。那其实，在5.4.0之后呢，我们可以标定一个 Web Server。我们只要有 TAP 环境就可以做一些测试，比如说 TAP 连续大写的 S， 然后 Propose 发现，它就在现在的状况下就开启过一个 Web Server， 然后就开启了 Web Server 就可以用里面的运作状况。那我写了一个 TAP Web Simple Building Router， 然后电脑上，它的 License， 连上面的 Don't Make a Simple Router， 就把这个东西下东西融合起来，这样就很方便我去做一些测试。不用在每个地方都要用现在 Apache， 不是 Nginx， 不会设。那另外一个是 Gateway Init， 然后 Gateway Init，
这次其实卖出去的时候可以更换电控，因为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比如说 PSV 的 version 的 upgrade， 我们在换新版本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实话很多东西，那我就自己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可能我在说实话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来，比如说 PSV code、sniffer、PSV unit、parameter， 我这些东西会把它装进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设备 ，KD Blue 啊 ，Curse 啊，都是这些东西，你都会装好。那这些东西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可以写一些简单 script 去安装。那包括 Yes 啊 ，OK， 可以是一个，它是一个云端电脑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云端电脑器，因为它是下设。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安装一个 KD version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设计一些的一些常用的开发环境。一个是 H1 benchmark， 它是提供自己项目框架，我们可以结合技术角度把它们插进去。那这边我稍微介绍一下。OK， 比如说我们比较接近一个是，可以搭配去跑一些东西。那跑出来结果，我们就会看到说它是 OpenCS 的那几个演算法，然后大概跑了几个几秒，那这是零零三。而且有，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算法的一些比较。那这东西的话，其实在像我们的，如果你详细熟悉像我们的话，其实这东西，就必须要去好点。比如说你要比较 get function。我刚刚看到最快是西雅西三个，然后 MD5， 然后再选 DI 这个 function， 然后 SHA1。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unction 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最，计算最久是 SHA1。Okay， 所以这样东西很方便让我们知道我们大概会跑多少效能，这些工具都是很重要的，时间太大了。OK， multiple set，ISSET 哦，通常我们都会讲解，那其实 set 它可以讲解，那就说我们可以把好选就好了，然后时间到完了，或是变数加法可以这样方式，用它去代。好，类似，对不对？我就把变数，我就不用写成这个样子。我当然都记得了。有 less of string 可以，比如说这个 string 是不是大于五，然后变成上可以写成这样。OK， 结语哈，虽然现在那么 TFT 在的真是一场缺陷哈，但其实我们可以角度来看 TFT 哈，现在真的很可爱的。可是你觉得不可爱的部分，我帮你重